我是大马曾哥，啊，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万金，吉隆坡雪兰莪万金的一家新开张的西安面庄，来看一下。今天开张第一天，全场半价。我来的比较晚，刚开始我看前面他那个生意都特别好，全是满的，装修的不错的。好久没有吃这个西安的面了，今天过来好好体验体验。陕西八大怪，香酥牛肉饼啊，这个。牛肉饼，对，牛肉很酥的，不错，很香，加点西安的油辣子看看，拌一拌，西安的油辣子好香啊。